尚文杰，现在正在新唱片 Graceland 恩赐之地的这个发布会的后台。现在的心情还是比较平静的，其他的工作人员他们都在忙忙叨叨，每个人都在这个急急忙忙都在安排他们的事情。我和文杰工作一起工作已经七年了，那这是我们一起共同创作的由尚文杰完全原创的第三张唱片。那这张唱片呢，它的主题叫恩赐之地，我们讲的是有关人的童年，人在记忆里面最美好的那个部分。所以我们今天用了很多比拟的一个手法，然后力求用整体的视觉、听觉，还有感官上的一些设计，去让大家感受到一个非常 Graceland 的、非常恩赐之地的感觉，像是脱离这片土地，但是是在一个你陌生但又熟悉的一个地方，发生的故事。非常感恩能够有这么一批人，他可以跟你的音乐产生共鸣，他能够听懂你的音乐，成为你的知音。我觉得每个创作者他其实都是希望能有一些知音能够懂得他的创作的一些深意，能够理解其中的含义，这个其实是创作者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幸福。他前两天发了一个微博，写了一段话，就是他从最早的一个人到变成我不知道他的第二个人是我还是谁，至少他有了一个伙伴，那到现在有一个完整的团队，有十几个人。我觉得这应该是尚文杰作为一个女性，一个女生，一路打拼，一路战斗，一路奋斗，走到今天。我更愿意用一个女人的战役来形容从她出道到现在的经历。我坚信尚文杰一定会是中国未来很快的时间内成为中国最好的女歌手。